天上爱多点点经典，多少爱学多点去了解圣言的是安怎来的。哦，阿婆你不能输，在真世间袂当无做唔对，但是咱听着真理了后，咱会改变咱个人的行为。哦，从歪去改到正来正，问题不是。分歧不能输，啊不善不能改，唔对了后，咱唔能继续做。咱来当安尼咧，哦，谢谢谢谢啊，感恩。门来咱咧做事啊，咱是是是是。那么咱若要成为咱优，咱就等于个咱。哦，门团都讲，咱个也等于，阿咱讲也等于，受伤。不善本来那个是经典，吼、哦！不善本来那个是经典，只要咱去行，肯定去行。咱终有一日，本来达到的目的，所以就是买咱的了解。咱这个永远达到的最高赞，祝我永远吉祥。祝我。不可以意想不想的，不可以意想不可以意想的，这是现人空现人来感到的，果然出事，果然方便，无小声，平时无小声，大家出事做人都上重要。哦，所以咱话咱住在什么所在，啊，咱住在什么啊，什么站住，哦，啊，咱就家己安怎做，所以现在就安尼啊，用一下，就是较上界上地的人，咱会当讲较深入了解，咱也当看较深的经典，哦，不菩萨无碍。金刚经就是经书书，一种经，咱拢可以看。慢慢仔去体会，哦，唔是伫读书，唔是安读个书呢，咱唔是伫个，唔是伫应付考试，咱就来遮，就是要真心实践，哦，唔是讲就在足济人来去上经，哦，来去尽做。哦，安尼食东西，等于不是。咱呢，只要咱心里比如啊，再再经典，咱好好学研究。哦，圣人佛菩萨老经典，你做好个，不是要咱多想一个尔，要予咱遵循伊，发现好言，哦，遵循伊安尼做，哦，咱看伊，哦，拢看经典啊，心想。想讲人是按照做爱等去，因为世间足侪买卖人，买卖人的条件，哦，真正足侪买卖人的条件，时代在进步到这个时阵，你赞助都无少量啊，哦，到这个时阵，无少量，你也看，你从前头也看，这个社会的演变，哦，点点也看，看足侪，也互咱了解了足侪。哦，甲咱袂使顺水流去无，咱一只一定爱去水平洲。哦，因为咱一只船，咱一只船，就咱先从个歹船啊，小船啊，搁歹船啊，啊咱呢要搁站，要搁入水，所以心难改变，咱西会转去。所以我阿母感觉讲真庆幸，阮老爸啊，伊就改名做。舟王，舟就是一只细只船啊，比如咱像菱角船啊。唔过我若认真业，我老爸咧甲我讲，讲我你若认真做，后日啊，我那有人食，我那安尼，细只船啊，一后日我那旺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咱姊妹，咱就是食，一定爱看破咱的新闻，咱认真咱的气候。咱的人生就无特别啦，所以忠诚一向可以以上呀。那么咱
你有个人，哦，你讲相亲无会听，啊，咱看相亲的，人看袂。当时我安尼读经典的时阵，哦，看到金光杰读着经，我真正看袂。所以买不来本，但是主拜我看袂，拢家下，拢家下。本来是这个素素较简单，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哦，儒家的英文。那么儒家的英文的经典是属啥类？属《四书》，啊，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论辩》，这拢讲直接，讲直接。在咱生活当中，所有的过错，所有做会当做会出来的功德，咱拢做会到，咱拢做会到。嗯，哦，比如讲《中庸》，你拢会熟捌读。哦，啊，迄个，哦，大学。你拢读，中庸来咱讲啊，不偏其中，不逆其用。中者是天下之正道，庸者是天下之定理。出偏在公文传授生活，生活从你对听，去对看，去对吹，无咧不免。哦，知识统计就是差异，个别求书以求民族。哦，咱慢慢读，也慢慢去甲体会，咱自然慢慢了解。了解了后，咱也认真来做，哦，咱也自然成就。所以讲，中庸以上可以以上人，中庸以下不可以以上人。因为弟兄们要到遮，是着必定苦，是着要把咱蒙蔽，哦，咱蔽了性，蔽了名，成当然是成天，是拢无必要讲啦。不过这命呢，经过轮回了后，慢慢啊是蒙蔽，哦，慢慢啊是蒙蔽，哦，啊慢慢啊蒙蔽了后，咱的命就从啊轻去啊，人会啊七八两的命，啊咱只能两三两的，哦，你若有寿命去轻的，哦，轻的死掉，咱拢两三两，哦，啊两三两当中呢，命若轻。咱养得起，啊！咱命，咱的命运得起，啊！咱来遮就较艰苦，来遮艰苦。即种足实际、足正常的代志啊，无法甲咱讲这個，吼、哦，嘛拢无安看，也嘛无讲得足深的，实在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咱伫遮，伫遮想要转去，咱也无下工，咱袂得去，吼、哦。咱一直爱如切如磋，如读如磨。哦，中庸安尼来讲，如切如磋者，得好呀；如读如磨者，自修呀。所以爱经过切磋读磨，但这粒啊，但这粒臭石头啊，才会可能坚强。一定的啊，人都磨会紧，咱哪会磨袂紧？上天绝对慈悲，一视同仁。无迄个讲，哦，地位较悬的人，伊安尼磨伊会紧。啊！咱无智慧啦，有哪传咱咧话，咱话袂起，无迄个代志。你甲想，啊，看过七经书段的人，苦中存善咯，哦，伊注解着夭死，注解着夭死。因为伊呢，想讲我下面出来安尼，哦，我可怜我个人等你，所以就是讲，好，我有通去试试，我来，通过来转转世看下面安尼，哦。迄个时阵买去，哦，迄个时阵受着这个名，诶，这个来买卖，所以伊就买了连啊去连咧，连了死，哦，但伊心都先到遐，连死无连无死，到尾啊，都爱活活活，七斤活甲变状卖，来来来，哦，你若想，咱有命有传去卖无？你七斤来看。咱命无传个歹，哦，啊，咱伊个都会成啊，咱爸个会成。尤其三弟大概普渡，都感恩庶民，哦，一致中央会万万的巧了。咱点个书，得请你，得讲起来请大家，你点个注意。你们看，我们点个注意，伊点多得用呢？伊从中下听，都别话咱用呢，大家拢用得着。哦，所以点文书来办桌，咱来
เที่ยงตึ้งเดียวแล้วมันมาที่กันเที่ยวไว้ดังมันมาแล้วกินเด็ดกันเดียวเดี๋ยวอีกเดี๋ยวต้องยิ่งเที่ยงชีวิตชีวิตแบบแบบเสียงอย่างอ๋อดังปารังติดตัวตัวเสียงอย่างดังติดตัวท่าเสียงอย่างอินเดียดังปารังได้เรียนดังโบได้เรียนไม่ใช่ที่ยาก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แต่是ได้เรียนเนี่ยใช่อ๋อdan siapa yang dia sekarang cakap, alam tu kaya terus, dan siapa tu yang siapa, so kita, kong xing ni, 祖孙祖弟告的洪江，是爱因在时间，所以咱今日是来量，咱来前人讲，嘛因在时间互咱，阿咱爱甲收起来，咱慢慢来甲体会，甲包起来，吼用起来，吼。用那个布哈，随时讲，唔是足肥的布，用来好好的来包起来。啊，古典来头来看咩？啊，别讲这个例子。只要你能在做，咱一定能；咱若不能做，你人生就退步。是，人生本身是平等，咱来了解。人的心本来就是善良。哦，三字经来讲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来就是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本来就是相近。可是恶气大差别去，哦，所以人性本善，以平等当平等，当平等。但是聪明在地，却因兵器不当而参差不齐。哦，因为咱来吃。人为情是有修，咱情是无修。啊，情是无修，咱就是人看去，是气病来咱哭，不要把咱哭白去。所以咱人家都分上帝、哦，上人甲中人甲下人，分这三种人。所以这中间因分病是无修相，啊，参差都不齐。因此呢，孔子也就不得不分在世，所以孔圣人呢，也就不得不分在世。圣人就是圣人啊，伊如果答应下你之外，那我当等你啊。伊教我跟你讲，哦，你这兵器足大，你我都能等你，不可怜啊！我唔知你对是分钱，但看你讲，世尊是干啥有做？哦，有资金，两个兄弟，两个徒弟啊，哦，来教伊读字啊。那么，伊一个两个咧，伊这两个兄弟咧，一个足聪明，足会晓去研究去聆听啊，去度人去创好个，啊，一个小弟戆戆就袂晓。啊，所以大家就是多行多接触，看下咱真正好事做，后一个时间大家认识，细尊甲人。伊逐项讲话都袂使会晓讲，伊讲袂晓去，伊袂晓去，你逐日拢扫地，但是四周袂扫扫个，逐日你拢在扫，啊扫就干啥？讲扫地、扫地、扫身体，逐日一遍，你拢逐日拢念安尼个，拢按起来扫扫，到有一阵连扫到一个，哦，这是用啥？安怎讲？哦，扫地扫地，是伫扫我身体。一我若无扫我身体，我就在遮，哦，都空度良心啦，休闲我着，哦，怎啊，哦，怎啊用心来做人，所以逐日伊就是足注意个身体行动，结果呢，啊，成就菩萨。但是即卖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咱就是。有去甲体会，无迄个讲人会得未，咱未得未啊！吼，所以资质够差者，因兵器轻，吼，资质较差啦。伊是安怎资质太差？因为伊兵器轻，只有先到先进的道理，吼，先到个先进的道理啊，去大量介绍地、扫地安尼尔，吼，啊，买一副扫身地，吼。伊就唔知啥物叫心地啊！啊，话好久呢，伊就知影讲心地啊，就是讲，哦，所以咱身为江苏，身为前人者，咱呢，我那边把咱呢
佛学，啊，甲咱同修讲道理好听，爱有准备去甲讲浅浅。讲到尾啊，哦，慢慢啊，得由浅入深，哦，慢慢啊，由浅入深，所以慢慢啊，思维慢慢啊去体会，所以呢，然后再慢慢啊，顺顺渐进。信仰的人啊，慢慢的循序渐进，得到自由自善最多的境界，一定得到自由自善最多的境界。论语这本经就是在讲三功德的，啊，汉语是实之，不由内耗，有缘主观安来，不由内耗，人不低于不昧，人不低于不昏，不由昏处。靠关注的境界，就是真正大学在讲的。大学是都在因缘结，在亲缘，在自由之上，一直达到自由之上的最高的境界。因在是法的教法，并非轻视下无之人啦，不是咱轻视伊头脑歹的人啊，变认真的人。好，只是何不违背了孔子？有啊，你也到我们去啊！嗯，这就是我违背了孔圣人有教无类的教育的这个原则。因为孝悌亲仁，如果啊，教伊跟他呢，把这个高深的道理讲上深，由伊的根本，由伊根本就听的了解啊，听不懂，依旧。未进步，到头来反而玷污材料，而且限制。因为咱讲道理讲上清楚听，伊听无啊，我无兴趣。啊，无兴趣呢，就都叫起来啊。恁讲咩，我都无问题，讲了哦。如此的教下，最后必然如你全部失败。那安尼呢，就去全部失败，所以讲是。中人以上可以以上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以上。但呢，分战术来给咱的佛学，哦，来给咱的同修宣传，哦，那么安尼就慢慢就体会出来。过来是十则，凡敌问敌，凡敌问敌，诸佛，诸佛，无明之一，无明之一。敬归行之原始，可为第一。文人，观人者先难之六六，可为解理。这个问题，就是从这个孔子发起，这孔子的书记的问题，啊，有几件呢？问孔武主，讲什么样做敌？什么样做敌？伊讲无名之一，无就是认真去做，啊，认真去做，认真去做老百姓哦，一般民众该爱做有下义理的这个工作。敬鬼神是关键，尊敬鬼神，但是你勿叫哦卖卖去，只卖钱的人。大家就是讲，尊敬鬼神无唔对，阿传叫人去，你要看，这你阿妈做，哦出巡，做的人都够济啦，人都够济，哦，阿侬安尼白天妈做，你就较多，安尼讲就是平安，你会贪财，你看是，哦，这个道理嘛足浅的啊。所以伊在讲可为敌，安尼是地位。敬鬼神，你爱尊敬，但是你嘛叫伊啊，爱怨气，怨就是讲，怨就是讲爱用尊敬应该，也唔通用伊来去。哦，人者先问人，怨人者先难之何也？讲人，伊啊讲人者是先付出。哦，你学一下，大学得着。哦，你唔通想要得着，先得着，啊，再来做。啊，哦，啊，无当时啊，就
中文就是讲，民主要先来救这个厝边头，互伊保庇一切平安再来做。哦，安尼就真个是对。所以咱平时啊爱有智慧，去甲想该安怎做，安怎做。所以讲平时若不烧香，啊到时再来跪拜。所以咱了解，一种个宗旨，帮助圆润经济优秀的基本道理。在孔子当时，一般人只一味信奉鬼神，莫讲是较早孔子当时安尼敬敬他弥迈，敬他弥神啊。那么孔圣人迄个时阵嘛是像这样呢，嘛是像这样呢。所以求鬼神啊，福佑求鬼神祝福过来，把咱庇佑啊，这种是。关系复杂了，人数当然之数啊。反倒等下呢，是吧？去后面去接讲，但你应该安怎做？你若安怎做，上天就把侬庇佑大度。你无做出来，上天哪会给你庇佑？哦，人数当尽之本分，但人应该爱做安怎行？做甚物行？但来去做，但来去做，来就做了。咱听道理，啊了解道理了，咱要安怎做，咱就去做。免着讲，哦，伊讲的道理咱拢照做，安尼做做到上叫出来，免咱手一个人来做就好，比咱打强调有较含慢，含慢有含慢的过程，无法哦，慢慢啊，就进入去入侵的境地，哦，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下问之官。哦，不治之弊啊！哦，本无去做，但拢去求法，这是有地位的一个举动。所以，咱照着皇帝问帝之书，告诉了伊真正明帝是专心利益有人分类应做的代志啊。所以，孔子来啊，真正讲这个真正明帝哦的代志啊，是爱专心。第一，有咱人应分，吼、哦、人分对应做个代志，吼、哦，甚至讲无骗人，拢是实实在在甲咱讲。既然要去做，去做尔，啊，甲咱讲拢是讲咱做会到。诸如人伦道德之书，就是所有文明之一啊。人伦道德这个代志，就是文明之一，所以道德。不是好嘢人嘅专利，嘛唔是有头脑嘅人嘅专利，咱大家拢有专利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是爱做，做咱应该爱做，吼、哦，尽到尽之本分，自然自好，咱也要尽咱之人本分，自然自然好，自然自吉利，自然自吉利。哦，这里是人去做，不是你求得有诶。哦，只有鬼神技术尊敬，远离的可以不平的魅力。哦，这就是你对于鬼神，咱爱尊敬。伊今仔日会先鬼神，会先神，当然伊有哦功德的因缘当中，所以。咱来去尊敬，但是唔通讲哦，伊有功德，咱就叫伊，咱保庇我，咱有功德，这是不可以的啊、哦。所以哦，能叫威胁去，这是对。救人者，先难之何也？先难就是见义勇为，不畏艰难。救人这个呢，哦，就是讲先去付出。以后日大回事，哦，先难就是讲见义勇为，应该爱做就去做，哦，唔通惊困难，也就是孔子，也就是当时不讲艺术，哦，也是讲这个钱，伊伫面头前无咱拄着啊，咱就赶紧来做，唔通搁着，无咱将袂去做。因为人家是有跑步、有担当，哦，
一个真正，咱的心中有痛啊，有感动，心中有咱应该想要做的，啊，咱应该有感动。哦，呼吸就是有所得的代志，慢慢啊，一旦得到上天，哦，得到师尊师父的庇佑，就得先得到庇佑，尤其是得个人事业之所。不管有人上进，尤其是讲这个人的事业的代志啊，咱看开的，看开的，慢慢养小正。所以先难之后易，就是富以为强国。哦，先难之后易，这就是讲，咱应该爱做，咱就赶紧来做。哦，以容易不必前先意义。哦。啊，即个字，得到的字，咱们赶紧重要些，爱亲像宋人宋朝的首相范仲淹所谓讲：“先天下之忧，自忧；后天下之乐，自乐。”真个条件，咱来去解决。哦，先天下之忧，自忧；也后天下之乐，自乐。岂不是人家之怀抱吗？阿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怀抱呢？啊，事业真的是最高发挥啊！这嘛是真的最高发挥的所在。第二章，祝愿，祝愿，地家流水，地家流水，人家流山，人家流山，地家高，地家高，人家钱，人家钱。地价高，人价是，人价是。这种呢是控制这个金钱啊的本质体现出来。人价是，人价是。人价是，伊的体现到当下啊，做详细，我咱会当去了解。咱会当去了解哦，地价咯，水哦，老水老水，现在讲的是啥？地价咯，水哦，地价是快乐，就亲像水一样，悠然欢笑，老是快乐，老是好，地为人也快乐，比地为人也快乐，哦。叫最学生悠然啊，悠然安详，永远是吧？哦，你安尼一个查查，得甲讲安怎样安怎样？咱人就是安尼，人家的快乐是山，啊，人家的乐亲像山一样，崇高伟大悠长，对啊，真正修了不久，也是一个人。迄个人的德性足崇高，迄个人的事迹足伟大，哦，迄个人的行为足廉洁，未足朴素，哦，未足朴素。所以看到了，你会感觉哦，这个人真了无相像。所以咱要了解，哦，有一挂人的学问、修养、佛法，聪明的人，哦，聪明的。聪明的人都惯用，多数拢是真好。所以，用柳岸，用柳岸，跳空斩万，滚滚涌山，中间都是水。哦，这就是这款的气量。哦，这款的气度，人做人多半是清欢、廉洁、心情爽净。所以结论就是讲，地价咯，人价哦，地价是平常的心量足快乐，没什么代志，你爱就做烦恼。所以咱学到平常爱多看经典，哦，咱到有安尼，你个代志咱做烦恼，哦，看拢袂开，哦，咱所有的心内代志。咱来以真理来甲咱疏通，哦，咱不是就感觉人生是快乐，
来吃，哦，不是顶头咧拼和天尔，哦，咱和天拼无拼先天呐、啊，哦，啊先天倒转去啊，和天这拢是假啦，哦，来啊空空，去嘛空空，哦，咱就是个人，你唱个款式我讲，再来出事无半项，啊是相信空空，踮在世间哪里嘛，死于江山。即嘛够真，确确实实就是安尼。是大人规方的兄弟，还袂做，兄弟就伫咧钱财上。即足普遍，毋是一半个，都是足济。哦，所以咱也是该了解，咱要了解。所以有智慧人，伊的心量足快乐。人生观的定住是多方面的啊，伊这条路找无找别条。哦，伊拢要度人度物，伊就去宣传。宣传人拢唔听伊，表示伊个伊个道理无深，所以人拢唔听伊个，伊就搁再学。等下，搁闭门解释，哦，闭门解释，搁看到尾啊，伊发展贯通，只有用力气，就一旦发展贯通个。即种物质表面清楚无不得，如何心智转变来用？哦，兄弟姊妹，咱一个心咧伫对呀，用甲一个负担会当慢慢来当了解，哦，慢慢来当了解。等到你了解了后，再过来做，就当做去做。哦，所以人家咧，伊会较看较会开，哦，啊，人家咧，伊亲像山安尼，壮高伟大面前。哦，所以有涵养的人，啊、哦，比较会发脾气，嘛不容易冲动，看事情，人情千难易得，啊、哦，这种人心量较重，哦，所以要了解，慢慢去甲体会，慢慢去甲体会，无去甲体会，人生就痛苦。但是世间，哦，拢无看世面人，无看前人者，拢看社会现达，看人在赚钱，看人在有地位，哦，看人在赚钱，咱替伊欢喜；看人有地位，咱替伊欢喜。啊，欢喜倒来，连钱倒落去都袂分一人。但有咱人，咱人是比较，咱人是比较瘦，咱人是比较无力，咱才有功劳。咱人是少年。哦，咱个阿健比较歹，但趁用等等，安尼就讲到用心呢，所以咱就比较了解。而且咱个属于就无敌，哦，有属无水，有水是运用不利的悠闲啊，安详，这个现象呢。而地界就是主动不息，而是求生啊，有地位啦，哦，伊主动不息。叫天修行，哦，所以天卦，哦，伊当讲天人间文主一处都不行，哦，咱不行，咱学到，哦，咱到有时间会计嘛，听我甲看，慢慢啊甲看，咱就解到足详细，天人间见见呀，哦，所以主动不行，哦，所以主人。无天分，哦，逐日上万万，这条路真未通，上万条个条路，所以一直求新，啊、哦，咱就一直求新，所以伊个特征个特征是啥？不断前进，相处动态之中，有智慧啦，哦，我讲个，伊这条路真未通，伊就一直条路，所以不断在前进。相处在当动态之中，不住在当地，因为啊，明辨是非，伊有明辨啊，是非当然无所疑惑。有智慧人，伊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哦，所以伊就无所疑惑。哦，故对成败得失。看得足清楚，而人生观的定数
又是在后面呢，有地位人物说，叶天仙官的用处是多方面，哦，修道不是一条路行呀，哦，但讲条条路可以通十方，所以自然有优势咯，伊就袂烦恼，这条街袂通，我行白条啊。当有钱人听讲，我无钱人听讲，我就来用我的力量，用我的空间，啊，来做做好这个，自然无优势咯。人正安稳于地，而何中不迁？有树有山，见人正，以平常心，心中的毅力呢？所以这款人温柔温柔，亲像地足高，啊足重，也是你要去到这条路哦，你要去心就变来变去，所以。有树山，有山小小，山是整个归大连，山本地有山呢。而人家建立铁器行业，人家有来啦，铁器行业，啥控不住呢？我老板呢，鬼啊，三块不给钱。哦，控制文人，啊，这干点文人控制大哥，铁器贵呢，贵钱，一只铁器。一个缺地方的艰难不易，有人有技术，有人不在，这个工课难家己去做啊。讲缺地方的就是钱，学到你的本台就是钱的出发点，所以无所谈用啊，人家人无谈用，所以人家是安无回收，人家就无收，足紧。因为足快，足好，啊、哦！所以我们呢是上足好咯。这个王夫人先生，伊真正一个大地位人，真正一个亲像方先生在讲的真正安稳无事，唔是？遐简单滴讲两句话，伊就发脾气，唔是？啊、哦！所以相处有静态之间，真正那像山。中国伟大，处理将来之道，不助战法，人家不优势，不助战边讲，人家不优势，啊，又不准输用，这个人伊都不输用，安稳必安，心安必定，心时时刻刻是伫钱的坚定，所以伊心就感觉就安稳。也会看道理，就看得足久，哦，心就安下去。自然境宁不忧，所以伊就未忧愁，未烦恼，安舒从容，哦，伊就足平静的，甚至足快乐的，从从容容，啊、哦，宁静自有涵养，伊做人足宁静，足有涵养。不宁发脾气，也不宁冲动，定静观乐，欣然自若的助人同行。但是我们，咱也未得，咱也未得。哦，大千世间一定足济大事，互咱冲动，啊，咱唔能冲动，啊，唔当发脾气，啊，咱想处在宁静内面，爱有涵养。那么呢，安尼呢，人情寡欲，善待自然，自自然然退休就是足的。你唔通听人讲，你会当富裕？哦，没啊，没啊，我都阿公在听，阿台湾讲，一个讲伊在上面，阿公教我东西。嗯。我讲我是娘子乖，我知，唔要紧啦，我上啦，我也无咧甲你收钱啦。哦，我是。哦，相信。我你话到七十九岁啊，阮老师话嘛是讲七十九岁，我家己上个七十九岁，我讲好好好，感谢你啊，啊，你感谢你啊，你学到你就会到就会，我的确啊，哦，我的名不是出，我的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，掌握在你的口中，我的名是掌握上天的，
口标恁的手艺吼，毋是安尼，我互伊上啊，就咱安尼哦，也是真难咱来了解。因为咱这世间，道行公，道义德，咱的命运哦，所以过来祝愿。祝愿。这一片记录。这一片记录。多一片记录的。多一片记录的。这个结果跟老婆两个是修炼做伙。哦，结果是穷太公，穷相的后代。那么老婆呢，是周公的后代。但是这到尾，这个空性命这个时阵，结果，然后发展伊的经济，然后发展伊的国，伊的国势。啊，老公呢，都发展了中国文化，啊，所以就到这个时阵，已经走了歪去，走了歪去。所以空性命的这个感叹来讲，结，那当条件者，哦。会当读透老公的情景的，啊，就变成像老公的。啊，老公若稍微调整一下，伊老公就当读到，哦，都会即个经经的，哦，经的。所以呢，孔子就来讲，哦，就欲明德，欲引智，互阿老公，拢归正德，拢归正德。使我穷上穷太公的后代。会当用尽哦，穷尽的这个威风。那么老公的后代哦，有哪会当调整一下，素有那恢复了周公的这个建立的哦。洪世民嘛了解哦，这个周公呢是继承哦文王武王的这个道统啊。安尼一个话，哦，阿弥将九个后代，大家拢依据这个道行，来从孔子啊论这治国甲两国的政教风俗。如果有得失，今朝必然大有可为。来说，是孔子为政思想是必行尧舜。不通不入九宫，相传的道统。孔圣人呢，伊继承这个道统之外，哦，也非常的思想，哦，是继承了尧舜不通不入九宫之外，继承的道统之外，啊，而鲁国是周公之后代，完全秉承圣人之外。为君王，这个周公都不是周公的后代，完全秉承了先王归由外的风气，一切政治的教化，啊，莫不以仁义道德为依归。鲁国周公的后代，伊的一切教化，啊，都是以仁义道德为依归。咱今一个道。哦，伊个道，他个道，咱也是要以自己道为依归。咱若大家遐是去买，认真个学，认真个研究，大家拢归随了仁义道德，咱后一日一定转去啊！哦，就是为正篇所道之一德，持之一礼，道出了点，哦，一定爱有点。不足的所在，用力来补充也不足，所以得之啊，得之一点爱解之一类，啊，用力来补充也不足。人民受到感冒一样，啊，人民受这感冒来慢慢啊，害你着，啊，自然民心，啊，自然民心顺化，风俗顺化。自然那个时阵，那民生就翻到倒来，顺服，哦，阿迄个风俗就当顿服，哦，遐起码也是安尼啦。咱进来，咱做，
会当收咱的家庭，由这家以后到平安天下，哦，嘛是咧使我咱的人生会当顺服，丰收会当顿悟，因而形成了鲁国文化的特点，哦，会当迄个时阵形成了鲁国文化的特点。那么咱呢？咱若认真来做，咱嘛当然好个经济，培养了这个文化的特征。国孔子的政治主张正是礼义主义，王道正正义。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要咱达到礼义的正义，哦，也王道正义。这个是鲁国的伎俩。哦，是太公从小之后代，他们两国的精神才有兴发扬名扬名。哦，来，这两处老国，哦，这个诶，这两处从小之后代，因此两国的精神才有兴发扬发扬名，就是为前天所咧讲。得其一前，结其一前。因呢，建国的条件就是得其一前，用这个建立结其一前，不足的所在用这个刑法来补充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因原来是结果较重视法律，尤其从这份公以后以来呢。瑞义求富国强兵千百军，到齐桓公迄个时阵，哦，伊已经脱离了迄个王权，脱离了王权，哦，所以伊呢，要富国强兵，我会当足好个，甚至我兵了兵，兵数会当足强，个千百军哦，哦，所以真地受到影响，逐渐装上这个武功。哦，公理忠诚这个公理，人民受到这份公的影响，那么迄个时阵，这个社会就拢忠诚公理，大家拢判断是做大官，安尼做人头简单，所以皇上就拢摇不落去。啊，皇上呢，这个道理皇上慢慢就摇不落去，因而形成了这个文化的特点。所以，伊呢，齐桓公，伊就对这边才去，所以齐国的文化就走对啊，走对公理的社会啦。故法家政治主张正是这种法治主义，所以法家的政治主张都是一种法治的主义，霸道的政治。孔子一样。以礼为圣法，孔子呢一样，就是迄礼仪，啊、哦，用礼来为圣，啊、哦，安尼伊才就咪讲，诶，圣人法治，王道犹如霸道，王道呢比较霸道较好安尼个，伊希望这国会当改变，会变，啊、哦，下品霸道，伊。希望讲这个会当改变伊的路线，哦，放弃这个霸道，实现王道平等公义、忠诚公义，哦，叫伊从这个王道的这个精神来改变过去，哦，啊，来忠诚这个仁义，啊，故鲁国一定要第一步仁政建设。叫鲁国实现个，但地理环境上个建设，他建议我们鲁国用精髓古碑，哦，发扬王道文化，达到理想大同世界。所以伊个时阵，就希望讲，啊，这个鲁国，啊，会当来发扬这王道文化，达到理想大同世界，啊，这拢是人做出来。做法，高在，这是孔子招着这鳌啊，
人较早即个古是有两个音，啊，因为孔子有可能哦参加宴会，啊，看到迄阵个猴啊，拢无去啊，哦，就是已经离开古早即个方向。所以孔子呢，依照周期不合古代的性质，名存实亡，以温习入感慨，同时温习识德，看到咩物件了后，也有一个感慨，讲社会变迁起来，真正咱这边个时代甲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变迁怎济啊？变迁怎济？不论你对这方面拢变迁，是不是？孔子。